哇！做上穿三角肌。三楼不上。哈哈哈！哇，这边好很多哎。外面幽灵好恐怖哦！我拉架嘛 ，OK。哇，第一次在上川岛冲浪哦！第一次在老家冲浪哦，从家里面开车过来大概就是40分钟，然后坐船半个小时，然后就再打个车就可以到这里。我也没来过，我是第一次来上川。我发现那边有个灯塔，有个火什么的。哦，我要去咯，拜拜。刚上岸哦，跟爸爸妈妈过来玩哦。刚上岸，刘宁北啊，委托上面干的北过。哇，第一次在那个自己的家乡冲浪，好好，刚好遇到好好的浪，好棒。哇，感觉以后可以经常回家，刚好可以冲浪。准备坐我们的三轮车回去。台上的浪友哦，还有一个是我高中同学 Kia。三角肌，耶！冲到开心哦，好吧，视频啊，视频，来了，耶！吃得一干二净。